在里约巴西码头，我们与中原海运集运合作，始终关注创新和成长。2023年9月，我们共同开创了 2BT 的 SCR 服务，连接欧洲主要港口与南美洲东海岸。我们新建立的物流走廊链接里约热内卢港至米纳斯吉拉斯州，提高效率和连通性。我们很荣幸成为 Cilay Pozo Alegre 的合作伙伴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物流走廊覆盖空货柜堆场和保税仓库。始终全力致力于 ESG， 每一件货物都是碳这条走廊中立。2024年6月，我们启动 ESAR 服务进出口航程，我们旅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，加强了我们的策略，亚洲和巴西之间的联系。当全球最大的承运商和物流整合商加入时，会发生什么？会见世界上最大的独立港口营运商，效率、创新、服务创新在一起，我们不仅在运送货物，我们还在创造无缝高效的供应链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创新的未来。